笑。嗯。哦，怎么想上来我这里啊？嗯。好可爱的、啊，怎么会撒娇的？行，哎呦，要亲我啊！耳朵怎么还没竖起来啊？都几个月了，笑，嗯、啊，三个月大了。哦，爪子那么软的，笑，好像没有骨头一样的，笑，嗯，那么可爱的，嗯，那么软的，笑，嗯、啊，不走，最可爱了，抱抱哈，抱抱。哦，笑，不准走，不准逃，逃不出的，逃不掉的，笑。嗯，亲我啊！嗯，想亲我，哎呦，最可爱的小了。嗯，不想亲他。乖乖，那么乖的小，那么乖的。乖哈，宗子，快好了。别动，别乱动。别动。哦，乖哈，伸出尾巴，伸出屁股，坐好。笑，那么大笑，哎呦，舒服哈，那么可爱的笑，哎呦，不能咬的哦，不能咬的哦，还揣爪子，别闹，笑，太皮了你，太皮了你，好皮啊，不能咬，舒服吗？笑，笑，来。梳毛，笑，来梳一下，掉了这么多毛，你看，你掉的，去哪消？你是不是造反了哈？又翻垃圾桶啊？又翻垃圾桶？是不是你干的啊？还想玩？打死！站住！给我进去，好好反省一下。气死我了！哎，亲，哦，现在还没出去呢，亲，哎呦。去了哦，忘记你了，亲。他是我亲最棒哈，不会拆家哈，来带你出去。南部、海南大部、新疆局地，最高气温将会达到或是超过35度。那到了明天呢，全国的最高气温30度以上的区域呢，将会有所扩展开来。其中在河南北部，最高气温呢将会达到甚至超过35度，一次的高温天气现象。现在在海南和广东，依然会有一些地方最高气温会达到或者超过35度，气温是相当的高了。这里的朋友白天注意要做好防晒和防暑的工作。Thank you.
吹空调去打架的，冷快了哈。Fucking Eagle Double G Snoop